早晨到夕阳照黄昏，每一天的平安都要谢谢你们。从萤火虫的乡村到霓虹不夜城，每一天的喜乐都要谢谢你们。谢谢所有默默奉献的人，淋漓的汗水这水果多么新鲜啊，有橙，有苹果，有葡萄，有美丽的花。橙代表是常常平平安安，还有我们实际都是团结一致的，带着一个笑容。我们的笑容就是我们的慈济面霜。印尼实业家，我们欢迎你。觉得早晨到斜阳照黄昏，每一天的平安都要谢谢你们。从萤火虫的乡村到霓虹不夜城，每一天的喜乐都要谢谢你们。谢谢所有默默奉献的向善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呢是往上升的，你的好运就跟着来了。其他的国家都很辛苦了，我们实际善的都没去过其他的国家，可是呢，能够在50多个国家，师兄师姐，不要说只有捐钱，要自己亲自去看，做慈济要自己亲力亲为去看，艰苦才能知福，才是能够震撼你的心，才是能够有心真正的要来做慈济。